上，然后你再拿着袋子或桶子，从地上呢，再把这个青梅捡起来，它经过清水冲洗之后啊，就可以来贩售或者是来做加工。好，但是因为这个梅树啊长太高，来小哥要示范了。好，不要跟小飞机挂小哥。因为这个梅树啊高度比较高，两三层楼高啊，所以造成呢这个青梅掉在地上的时候撞击力太大，常常会造成我们青梅的一个损伤，甚至于会有裂果的这个现象来产生。那只要一旦有裂果呢，其实这个青梅啊它就没有办法救。